用做伙的谜团来依照当中来庆祝，然后搜寻一团一团，等他伊来捧起来。这家己们人数也是气势顶材料来做成小胖，这边爱过来注意烤箱，家乡好小胖来提菜是胖公公。把用热水烫过面粉，让筋性消失。那但是也不能让吐司太软，所以就是成分跟配方有调整过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吐司会比较软 Q。材料方面就是尽量能够自己准备，像奶酥都自己打，或者是说像蔓越莓，我就会特别去挑说哦，怎么样的蔓越莓才好吃。那葡萄要浸过朗姆酒，就有一个特殊的风味。邓怡婷因为爱吃美食，后来跟你学做胖，甲边个亲朋好友来分享，甚至进一步来创业。为了迎合现代人讲究用心的观念，因出来选择新鲜健康的材料。在规个制作过程，大多数以手工为主，会使实在掌握品质，另外佫会使配合人客口味，也是伴手礼等需求来设计商品。比如说，最近有一个新娘子，她就想说，她要有一个特殊的喜饼礼盒，那我们就为她搭配，那希望按照她的口味去做饼干出来。这是我们特别为新人设计的手工饼干喜饼礼盒，然后这个是过年的伴手礼，然后加上我们的格林手工饼干礼盒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，因为像客制化是因为要满足每个客人的需求，所以当你能够达到他们的需求的时候，其实这样的是就是大家都皆大欢喜。邓怡婷的小胖甲饼受一般上班族的欢迎，订单是常常排甲满满，算是做了真辛苦，利润毋是介悬。不过人客若是食入嘴内感觉好食，就是伊上大的成就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